要想家，就会来这里。那妖异是跟人类一起生活吗？并没有。自从人类有了工业革命之后，环境越来越差。妖异其实并没有人类这么强的繁殖能力，所以大部分都回到原乡去了。虽然过了很多天，但我蛮好奇的，你为什么接受的这么自然？可能比起怕你，我更怕失去你吧。而且，要是你真的是坏人，20年前就不会救我了。谢谢你，我因为受伤，化作猫形，是你先救了我，才有后来我救了你的事。那这个。就是我蒋可琪，救你的勋章。那你现在还好奇吗？人类的感情？以前我觉得人类的感情很愚蠢，喜欢把一生一世挂在嘴边，但最后。总是会离弃对方。但是因为你让我想要了解人类的爱是什么感觉。爱应该就是有时候会开心，有时候会心痛吗？既然会心痛，为什么还要爱？那你为什么爱我？因为爱不到你，我的心会更痛啊。那会不会有一天，我们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在一起？不会，我不会让这一天发生。